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上道德课。那小朋友们拿道德课本书，然后打开第三页。好，那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关于什么呢？关于人造的东西。那小朋友们知道吗？人造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造是什么呢？造就是做，人做的东西。啊，人做的东西是barang yang bisa dibuat oleh manusia。 那我们知道了，上次我们是不是学过了啊？那个我们学过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上帝做的东西给我们的啊，那个人不能做的哦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图片，在这里呢全都是人造的东西，人做的东西哦，人能做的。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车。那人能坐车吗？能，是不是？是人坐的哦。吃是人坐的，那人还会做什么呢？这个你看很多，是不是？啊，高高的，这个叫做高楼。那这个呢，全部也是人坐的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呢，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红绿灯。那红绿灯是人做的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高高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路灯。路灯呢也是人做的哦。那我们看在这里吃走的地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马路。那马路是人做的吗？也是人做的哦。好，那个全部呢在这里呢是人做的。但是呢，人不能做什么呢？不能做云、山、水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海底世界的动物啊，动物们啊，那个人就不能做的哦。那个是上帝做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自己呢？这个你看，我们人有很多在这里是吗？这个呢也是上帝做的哦，不是人做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分别了是吗？人做的东西跟上帝做的东西，知道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学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